好了，通车啦。9:24。9:24，我们要等到几点，老婆？9:46。20分钟。20分钟，我们要拍一下片。希望我们今天一切顺利，我爸爸一切顺利 ，nice， 有比较好转，好不好？应该今天都会顺利的哈、哦。包括我们去吃逛一逛，吃食物，不要再不要踩地雷。然后中那个踩雷就算了啦，反正就花钱买经验而已。踩雷就是你踩过一次嘛，然后下次就不要再吃了。他就是又避免掉吃一家雷的食物，因为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有时候经验就这样子啊，花钱买经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现在算不错啦，还网络上就推荐的，所以算雷也不会雷到哪里去。哦，直升机哦！不，哎呀，直升机我们基本常在看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，我们中午要去搜狗那边逛逛，晚上要去新觉朝霞道走大卖场那边走。所以今天应该会也是蛮热的啦。可是我们不逛晚一点，真的是房间太热了，热到受不了，而且一个那个都会比较那个哈。不要讲那个。不是啊，因为。我妈的。哎呀，就是。玩麻将而已，玩麻将玩很晚，我们就吵一吵就比较不好睡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外面逛玩一点，累一点，不是，也不是，也重点是说，我们逛玩一点会比较好睡，因为累嘛，所以热风对我们影响会比较小一点。人家说躺在床上很热，好不好？那么多没关系。啊，累就是不管热风，你吹电风吹热风也是吹得睡得着啊，啊你太爽的话就是不会累，就是睡不。一定会睡不着，因为太热了。你要去冲个澡，等一下那个一下子又哦热醒了，因为流汗流，流汗嘛。闷了、啊、那个。闷了、啊。那个没办法流出，没办法不透气啊。尤其热嘛，然后吹就热风嘛，而且吞巴铁，然后身体跟那个床的接触面会流汗，真的会流汗，热到流汗。哎、啊、反正。哎，反正早上不会哈。哎呀！天亮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凉风啊。等到有天亮的时候有凉风啊。哎呀，早上天亮的时候，可能那个混凝土、水泥土，就是那个水泥嘛，因为已经散热掉，最后所以就比较不会这么闷了，信不信？阿哥。哎呀，来这边第几天了？第七天了。今礼拜三了吧？礼拜三了吧？今礼拜三吗？嗯，礼拜二吧。六天。好。今天第六天。听说有个台风要来了，台风要来了，新台已经快发布海上警报了，所以应该这几天都是会有热风啊。我现在拿这种拍比较广，我说预祝今天顺利，一切都顺利。Nice，OK，、okay. 对吧 ？Nice， 大哥在滑手机 ，OK， 拜拜。